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两直线哈、哦、相交一点，形成了两组对邻角，哦，这个一组对邻角，这一组对邻角。若其中一组互余，互余的意思说这两个角加起来是90度了，那又对邻角一样嘛？如果是互余的话，这一定是45度了，哦，90除以2嘛，这个的话也一定是45度了。则另一组对邻角各为多少度？那你就180减45就是这个角度了，180嘛，减掉45嘛，45，这是5，这是3，所以135度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另一组对邻角每个角度都是130度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D。